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款来自我们的摩比游戏欢乐夏日系列里面的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一个非常炫酷的红色小火车玩具组套装。它呢是模仿我们德国的一个蒸汽小汽车，或者是蒸汽的一个小火车，然后它的车头呢是这种蒸汽车头，拉着两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车厢，上面呢是坐的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和他的妈妈。我们现在呢是要准备把我们的小火车重新组装一下，展示给我们小朋友看一下。其实组装起来特别的简单，特别的适合于我们4岁到10岁的一个小朋友。首先呢，我们是要给他先贴上我们的贴纸。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的蒸汽小火车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帅气。这边呢是它四个小的车轮，然后它的车轮呢是分开组装的，也就是说它的车轮呢是有带有塑胶的这种车轮轮毂。在后面呢，我们是要把它这边再给它装上。
我们前面呢还有个小的车灯，然后这个车灯呢也是用我们的贴纸给它贴出来的。这边呢是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呢，同样的道理，先把这边的小车轮给它组装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贴纸都已经给它贴好了，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把它的座位都给它重新装上。我们这边呢是快要把它全部都组装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轮到我们的小乘客啦。这边是他的一个爆米花，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给他拿着。
好啦，那么就已经组装好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火车，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乘客呢都坐在我们的小火车上，有个妈妈带着一个拿着爆米花的一个小朋友，前面呢还有两个位置，我们可以让他再放上我们摩比游戏的小玩偶。我们这边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小乘客都坐到我们的小火车上。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加上的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我们每天都会有视频的更新，然后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更新的视频啦。好啦，下期再见，拜拜。